我管你的，我去菜地里面摘点菜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啊？去嘛，那菜你不是种来卖的吗？怎么现在舍得摘来吃啊？家里面没什么菜了，摘点来吃没什么的。我走了，拿篮子给你提。还有多远啊？我走不了了，我在这里等你吧。没有多远了，就在前面这里了。我不想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那好吧，你在这里看着大宝。嗯。你在这里看着大宝，我就先走了。赶紧去。啊。留下感动，谁能无悔？看宝宝，看不看？这妈从来不来，怎么想回家？回家家了，等了他，他今天来了。要无声心痛，多少无奈藏在心中。花谢花开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去摘点豇豆吧。春去秋来，我怕等不到你的爱。你们好，我是阿香。生活是一种姿态，努力是一种选择。喜欢阿香的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吧。哎，你干嘛？摘个菜摘这么久，你对这一点用也没有。我不想跟你说。咦？拿菜去哪里啊？我们摘了这么多菜也吃不完，况且我们家也没冰箱，我拿点过去给爱人们吃。这个败家娘们什么都想往外送，一点也不会过日子。我管你的。阿娘，阿夏，你来了，快进来坐。我摘了点菜，送人过来给你们。等一下，小嫂不会骂你吧？不会的，阿娘，是她叫我送过来给你们吃的。哦，那谢谢你们了。阿娘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坐会儿再走嘛。不坐啦。你们好，我是阿香。感恩是一种美德，善良是一种修养。小嫂，小孩没有尿不湿了，你拿点钱给我吧。我哪里来的钱？我没钱。你出去上班这么久，那你的工资去哪里了？我说没有就没有嘛，一个女人怎么话这么多啊？你出去这么久了，一分钱也没拿回来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赶快去地里把那点活干了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又要去哪里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赶紧去把那点活干了。哦。多少故事留下感动。我不知道前方的路有多么坎坷，但我会很坚强努力地走好每一步。喜欢阿香的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今天怎么这么热啊？是啊，阿娘，你去哪里来？我去那边放甜水过来。小港呢？怎么没看见他和你一起干活呀？他有事出去了。太阳这么大，你带个孩子太辛苦了，我来帮你吧。阿娘，不用了，没有多少了，我一会儿就干完了。两个人干快一点嘛，干完好回家。谢谢你了，阿娘。没事的，快干吧。嗯。阿香，你家这个芋头也太好了。还行吧，阿娘。阿香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带了两个孩子还种这么多庄稼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爷爷他们也帮忙我的。哦，快干吧，马上弄完了。好的。阿娘，弄完了，走回家吧，太热了。走吧，太热了。我的心已慢慢化成。阿娘，拿一点给我拿吧。好。阿娘，今天太谢谢你了，你在这里坐着，一会儿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啊。嗯，好的。
啊，太干了，大娘，今天辛苦你了，来吃土豆。阿香，来一起吃嘛，啊。小狗出去还没回来吗？他应该回来过吧，尿不湿都买回来了。哦。二娘，你快拿着吃，锅里还有，我去抓来。好。生活虽有千般苦，但我们一直在努力。有些人一脸的吼。阿香，你没出去干活啊？咦，你在哪里买这么多玩具啊？二娘，我不知道小耿在哪里买的，快把你家小宝放进来玩。好的，过几天叫小耿带我去买一个给我家小宝玩。家里面是不是想买着？外婆，这有什么的？二娘，来凳子给你坐，我再重新抬一张。好。有些人一脸的吼。你说谁啊？叫哪个？我哪个心疼死嘛？姨外婆，二娘过来玩也是客人，你说话温柔一点。我活动家已经算温柔了。是哦，很温柔哦。二娘，你今天没有出去干活啊？刚过了一点出场回来，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带她过来玩一下。是啊，你看你家小宝玩得好开心啊。小孩都这样吗？小小说你没跟小港去上班吗？今天没有去，没有多少活了。那是懒，那得回去活路子。我跟你说不通，我洗衣服去了。你小娃凶得很，赶紧带车了，别第二天我家也吵人。外婆，小孩子都是这样。唱那头都发誓人。二娘，你别听他的。没事的，我不会去跟一个老人计较的。二娘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你知不知道哪里有野蒜？我们去挖一点。不知道哎，山上应该有吧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好。二娘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叫小矮松给我看着大宝。好的。好久都没有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。那我们找找看嘛。哇，这里有一大颗哎！哦，挖断了。这个镰刀不好弄。我的心已慢慢化成雪，坠落在这世界。哇，这里有一大颗。阿香，这边好多哦。我这边也有好多，可是我这个镰刀一点都不好挖。还好我拿锄头来了。我用这个镰刀慢慢的挖，一会儿我看见大的，我叫你拿号刀过来啊。好。岁月匆匆，像一阵风，多少故事留下感动，谁能无悔，谁能无泪，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，相聚分离。阿香，你看这边好大颗啊。是啊，阿娘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给我拿过去吧。我把人放背着走了。好。你们好，我叫阿香，生活虽有千般苦，但我一直在努力接受自己的平凡，承认自己的普通，不卑不吭的努力，我相信生活总会好起来的。阿香在这里感谢所有家人这一路以来的支持与陪伴。